大家好，我是永华，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。今天就是这个游戏哦，叫 Sudden Assassin， 可是它的华文名字的话是比较屌哎，是直接翻译的哦。所以你如果要下载这个游戏的话，你可以打华文名哦，叫做《突然成刺客》。然后这里的话也话不多说，进入游戏看一看，看一下是一个怎么样，这样类似怎么样的游戏吧。它楼顶画面的话完全没有显示哎。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它有走还是没有走哎。等一下啊，这里的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是哇，有没有点偏刺哦？这个按着说 ，OK， 这个的话，他骗你去下载另外一个游戏哦 ，OK。等一下，这里的话我就不明白哦，它是 OK 第一波，然后我完全它完全没有教学，等一下，这里我有点乱呢，等一下啊，它的名称是芬兰人，工作是刺客 ，OK， 这个是什么？哎 ，OK， 我直接升级，可以一次升级吗？我直接按完它会讲，哎，七级哦，按完了哦，然后现在重点是他要我干嘛先哦？我是有一点点那个，有一点点乱先的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嘞。OK， 攻击。可是他也没有怪的吗？当前位置哦。可是我要怎么开始呢？等一下啊，这点的话，我真的是有点纳闷呢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哦。他只是写一个 start 哦，然后 OK， 哦，要按那个哦。然后就这样打哦，我就点点点就可以了，你看。哦，当然，你手越快的话，它就丢越快哦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哦，就这样打着气哦。哦，它是一个类似点点游戏吧？这个叫点点游戏哦。等一下啊，第二波走哦，你必须要按哦，你自己按走哦，不然的话，它就是一直跑哦，然后它没有任何怪会显示哦，什么都没有，它就是漫无目的的跑，就是这样子哦。诶，哇，也还蛮过瘾的嘞。这个在练你的手指力哦，一路打着去。等一下，当然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哎。等一下，我们继续。哇，这还蛮过瘾嘞，就快快点就对了，快快点，就是这样。其实，假如我不要按的话，会怎么样哦？试试看，我不要按。哦，他也是会打哦，只是他就没有了飞镖哦，你看。他我按攻击的那个定义就是要让他有飞镖出来哦，就是这样子哦。当然本身主角他自己也会打哦，他就相对的就讲说就两个一起打比较快吧。你看就是这样子哦，你看飞镖一直飞，一直打下去就对哦。其实这种游戏啊，对我来说啊是在讲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玩是最过瘾哦。你就死命点死命点死命点就对哦，就这样按着气就对哦。死命点其实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来啦。这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哦。来，第五波咯，走。它就是像那种像那个类似不朽骑士类似这样，还有那些秘密之塔这样的游戏哦。它就是一路这样打着去就对哦。哎，哇，怎么这里这么强啊？还打不死说，打不死的说哎，真的。还是我没有加装备什么之类的嘛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字幕哦，它是不是还有字幕哎？14000哎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还有故事吗？故事是要完成的吗？225了耶，好像是要完成这样的感觉哦。你看，它这点还蛮好的嘞。只要我没有按那个，就是第六波走哦，它就完全不会有怪出来的哦。哦，还可以自动啊，现有状态。然后我就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必须要按自己打比较爽吧，走。可是，哎，我怎么按回去啊？等一下，一下子啊。我这边，哎，他是自己打的吗？因为我按不到任何东西耶。哦，在这边，我的头像顶住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打吧，要快点哦。他的故事完成了，他没有记错，那边好像是200钻可以收哎，所以我们就快快打完他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哎，95%呢，其实还蛮快的说啊，而且他有愈合嘞，就说后尾他会受伤吗？你看他有一个愈合嘞，我觉得。愈合的话，等下我是按愈合会怎么样？
哦，没有哎，它就真的是只能在等你，就说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才有用哦，不然你什么使命乱按也是没有用哦，愈合不能乱按哦，你看我现在已经有扣了一点点伤害哦，所以应该是可以按哦，来走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就这样愈合哦，然后当然，假如没有的话，你按的话，它是写 miss 的哦，它显示 miss 的哦，一直打再打，哇，其实还蛮减压的嘞。我该因为今天工作怎么说啊？虽然说是很简单啊，不忙啊，可是有一点小状况，弄到很不愉快。我这样点一下，其实说真的嘞，我的心情有放松到哎，就是说我情绪有平复到一下，哎，蛮过瘾的，就是一直点哦。你看，虽然说是有点无趣啊，但这种方式也蛮好的哦，这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哦。你看，就是一直丢就对了，你不需要管它什么东西，也不需要看左看右哦，什么都不用理会。当然也没有什么烦人的故事情节啊，也没有，应该说也没有任何玩家骚扰吧。你就使命乱乱按，就是一直按点攻击就行哦，一直按一直按，当然是攻击哦，不是母鸡哦，一直按就对哦。你看，就是这样子按着去，按着去，按着去。当然，它的伤害的话，我感觉好像很高哎，它一个 critic 7000多哎，而且我只是在前面的关卡哎，你可想而知吧，到后面它的数字不是要到百万了吗？千万都来哎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而且像我才第几波哎哟，哎呦，我故事情节完成了吧？等一下啊，应该完成了吧？它怎么感觉它有点偏次啊？成就好了，成就我们看一下啊，我有什么成就吗？有哎，你看。哇，也不错哎，一次过拿蛮多金一下的哦。这个是什么？第五波再拿，还有吗？哇，那蛮多一下的哦。你看，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东西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哎。所以说我是有钱人哦。现在你看，1万多啊，算了吧，我还以为可以有多有钱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有加，哇，双重攻击百分比哦，这个是。我要什么关键百分比？哇，这些都有哎，可是这些应该是要到很后尾的吧？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做得到吧？这些都是后尾的东西哦。啊，14000，再来，我再升，我再升，再升，再升。哇，攻击力已经4000多了耶。字母的话是不行哦，因为升级不到哦。你看，它要10个符文哦，而且它符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来的哦。然后成就的话又有了吗？成就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有这么多成就吗？你看，哇，超有成就感哦。现在你看这么多成就哎。OK，来，这里我就关掉先哦。来，我就继续打咯。来，再来，就打着气就对喽。我已经，其实我已经加了蛮多攻击力的嘞。怎么，我感觉上打还是蛮吃力的说，你看，其实还有那么多 miss 出来呀、啊，这么搞啊？这个，难道我没有加命中吗？可是它好像也没有显示任何命中哦，加命中的东西哦。而且也没有 boss 的吗？奇怪、啊，这个我好奇要问问一下。第六波了，我们再打一下吧。打到第十波吧，第十波应该是有。有，应该是有一点点东西可以看的吧，有一点看头了吧，不然的话，他第十波也是这样的话，说真的，我的情绪已经发泄完了哦，我也是时候让我看一些新鲜的东西吧，是不是这样说啊？再打着气，再打着气，180完成了，你看我的触感攻击180完成了，其实啊这样子的话啦，它有一点会比较熟一点，就是哦，你看。如果你没有在线的话，你没有按让那个就是一关，你第一波打一波一波打完了过后，你没有按就是按下一波的话，它就停在那边哦，它也不算停在那边了，它就一直自己在那边走哦，自己走自己爽而已哦，就这样子哦，来，哇，可以愈合，哦，你看它的也不用任何 SP 哦，真的不需要任何 SP 什么都不用哦，你只要没血的时候一直死命点愈合点快就可以了哦，它就可以补满血了。看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好像机关枪这样按哦，就这样子按出去就对呀、啊哦。当然我还嫌慢呢，我还两只手指一起按呢，这样我显得比较快一点吧。两只手指一起按哦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吧。喂，真的啊，有快到啊，有快的感觉上啊，不知道啊，可能也许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吧，我自己感觉真的蛮快很多哎。但如果是我不知道啦，如果是以我在视频那边在观看我自己玩这个游戏的过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快到啊，我真的不清楚哎。第十波了，走，就是打着气就对了，快点，我要拿200钻呢，拿200钻应该蛮有用的吧？因为我现在前期也有，前期的话你，你基本上你拿到一定数量的钻石的话啦，对你在这个游戏还蛮大帮助的。OK，boss 来了，终于看到 boss 来打，就是这样了，哇！我已经二手好酸哎，这 boss
这暴雪太强了吧？你看，一半哦，一半哦。OK， 三分之二，三分之二，再来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。OK， 搞定。哇，还蛮喘的嘞，真的。它也算是另类的运动哦，我的手指运动哎，真的超喘的嘞。现在我真的超喘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成就啊，成就方面又有了。你看成就，你看，哎，我直接按接收就可以了吧？是吗？接收。我是耶，直接按接收就好了，我不用一个个去，诶，也不算耶，接收不完哦，接收不完哦。然后当然这里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特别哦，技能耶 ，OK， 我再按，诶，不行也不够了，字幕的话有吗？字幕还是还没有，字幕怎么？字幕真的哦，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哦，那绝对是很后尾的东西来的哦。哇，这个伤害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哦，还有 skill 哦 ，OK， 明白。然后这里的话就。我要给它自动吗？哎，行耶，行耶，就是说它也可以离线挂机的嘛，这样子。你看，我按自动哦，完全没有动它哦。你看一下，我只要在那个就是它后面有一个格子在那边打勾就行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我还误会嘞，我刚以为它不能够哎。哎，我这边我自己，哇，当然这边还可以继续自己补助哦。啊，刚按已经按了自动，它有这种补助哦。你看，呜，不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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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刚差点死哎。哎，蛮爽一下哦！你要死的时候死命按那愈合哦，快快补血，快快补血就可以哦。而且你看，哦，这样的话它就能自动打了吗？你看我按自动哦，你看我按自动哦，哎，真的行耶 ！OK， 太好了。假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游戏上哦，因为它可以自动打耶。当然它不会自动回血吧？是吗？应该是这样子说吧，它不会自动回血吧？哇，你看来好多了耶，来好多了。你打得过啊？因为不是说你打得过，你顶得住吧？你顶得住吗？感觉上他应该是顶得住吧？我不清楚哎。你看，也可以哦，没问题哦，可以哦，没问题哦。可是以这样子来讲的话，还不会自动回血的话，其实还蛮快死的。我觉得他走不了多远吧？就算还有自动也没用啊。你看我现在按自动哦，他也没有什么用吧？不是这样说吗？你看，因为他不会自动回血哦，这也是最大的问题哦。如果他还能自动回血，我不过也没有可能那么好吧？这么好的话就也太过分了吧？哪里还我这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还要要求到这么过分，就是要他也会自己回血，哪里有可能的事？来这里回血哦，不行哦，血要完了，然后回血了我就按一下，帮他客串打几下吧。OK， 咦，搞定了哦。所以，哎，这里的话，我也觉得暂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分享先哦。哎，这边还可以升一个级哦，升等一个等级吧。所以这里的话，也要谢谢你们的收看哦。当然，这个游戏的话就叫做《突然城刺客》，英文的话叫 Sudden Assassin。所以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，无论华文、英文哦，你都能打哦，你都能打进去哦，它都绝对搜寻得到。所以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